哈哈哈，小花花拿起来。尊敬的全球战友们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。今天呢是3月31号星期五，小芽菜月光屋经济新闻热点之际第76集又和大家见面啦。很开心在这个直播平台和大家分享观点，传递勇气，快乐灭共你我他，一起行动靠大家。我们都十分的想念和挂念我们的七哥。七哥的女儿郭美呢，今天给我们又报平安啦。她说七哥现在呢基本上每天都会打来电话，而且呢健身做了三组平板撑，哈哈，我只能做一组哟。 OK 啊，20次投篮球，7次进球哦。哦，我们的七哥还是很骄傲的嘞。然后呢还说今天晚上他会吃热火腿，他也非常想念我们的战友们，让我们不要担心他的安全和状况，也感谢所有的战友们。七哥呢还仍然那么风趣，他说我干啦，你们随意。其他呢，七哥呢通过电话呢，今天战友们也传达了七哥的消息，让我们大家呢团结继续努力工作。然后呢七哥呢也一再嘱咐我们，我们手上的工作都不能停，战友们要坚持下去，不要被任何困难所打倒，坚持磐石精神，团结第一。战友们行动行动行动，心心念念必有回响，让我们为七哥祷告，希望他永远不要出来。 Alright,